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嚟到我哋啊加港两地联盟嘅呢一个嘅新节目啊，香港人家书喺我侧边嘅咧，我近排咧大家都喺 YouTube 成日都见到佢啦。就是廣傳媒的何良茂先生，是啊，老闆你好，你好，喂，我哋今次家書，咁啊呢個家咧就記住有家嘅音，但係亦都係加拿大嘅飛鴿傳書，冇錯，係，咁啊呢個希望可以咧令到嚇香港嘅加拿大人啊，或者香港嘅老友記啊，或者係移民咗嚟加拿大人嘅嚇喺香港過嚟嘅老友咧。都可以知道兩地嘅依啲發生嘅一啲嘅事情。不過如果嚇你哋嚇識講廣東話嘅，咁啊即係再可以了解一下更加多啲深入啲啦嚇。冇錯，廣東話同埋呢一個普通話都歡迎收看我哋呢個節目。因為你雖然話香港人家書啊，但係香港入邊都有好多即係識講普通話嘅人生活啦，亦都好多嚟自廣東嘅講普通話嘅人。咁我哋冇問題㗎啦，我冇地域嘅界限，冇語言嘅阻隔。總之我哋就係資訊流通，咁啊保持大家咧就係不斷就傾下影響香港人、影響加拿大華人嘅事務。啊，唔理係香港，唔理係加拿大，唔理係國際，總之適當時間我哋就一齊聯合廣播。冇錯，最緊要大家有共同嘅價值觀嚇，擁抱共同嘅理念。冇錯，就係最緊要種族、膚色、語言呢啲都係等閒事嚟嘅啫。係，咁我哋都想講下加拿大嘅近事啦，啊，唔係話眼睛嘅近事，最近嘅事務咧，大家都有啲少少近事啊，都係睇唔清。喂，老岳，你而家加拿大咧，最近好似啲煙霧都比較濃厚啲喎。其實咧，我好擔心一樣嘢啊，我咧就曾經咧喺北京住過，咁啊，北京咧一到啲二三月嘅時候咧，嗰啲霧霾啊、PM2.5 啊、沙塵暴咧就好嚴重嘅。咁你都知道啦，近排有啲國安法啊，又依樣又嗰樣啦，嚇咪好擔心。嗰啲係政治霧霾啦。係啊，政治霧霾啦。咁我突然之間我擲醒咗，點解我聞到啲味咁難聞嘅？跟住望咗個天，灰蒙蒙一片。咁啊，真月再即刻走出個門口，執下張報紙嘅時候，哇！我見到嗰啲嘅白霧啊，有少少嘅黃色啊，望上個天空有啲係橙色，我以為俾人夾咗翻北京添喎，以為北京霧霾殺到嚟啊！殺到嚟，其實就唔係，其實我哋喺美國嘅北邊咧，就美國加州、俄勒岡州同埋呢一個華盛頓州都有山火，當然最大單嘅就係加州山火啦，燒咗好耐。係。咁而家咧上空飄過嚟嗰啲即係煙霧啊、灰塵啊，咁啊搞到我哋依邊，特別加拿大西部咧。都一片蒙蒙天咁樣，咁啊就都落過下雨，但我就嫌嗰啲雨咧就唔夠大。好似呢個 weekend 嚟緊咧，就會一個比較長啲。如果落到半日雨咧，空氣就會好啲。冇錯啦，沖殺曬呢啲咁樣嘅霧霾過去，因為好似話有啲呼吸道啊、嗰啲毛病嘅人或者哮喘啲人咧，吸咗呢啲咁樣嘅含有火山唔係火山灰、山林燒嗰啲灰燼啊，有啲碳屎啊。係啦，入咗肺咧就永世唔出得嚟嘅。咁好多人都話呢排就避免去户外活動。我嗰日去 Safe and Food 買嘢，咁有個本地嘅白人嘅加拿大人同我傾開偈，咁佢話咧佢都頂唔順，我話佢唔係喎，啊話 I think you look very healthy 嚇，咁咩肥之大隻咁，我梗係講嘢講得好啲啦，即係 you look very healthy right， 咁我唔講 chubby 呢個字啦，佢原來身為咁個 asthma 有哮喘。即係哮喘，哮喘就好窄洗嘅。好窄洗啊！真係依樣嘢。咁啊，最窄洗嘅都可能係最近一個加拿大嘅一啲消息傳出嚟，話有振華數據公司係。都好似加拿大有幾千嘅人士上咗榜，暫時幾千個人士俾人哋啲資料俾人哋 loop 曬入去咧，就係所謂盜竊嗰啲個人私隱嘅內容啊！喂，呢個好多人都好驚喎！喂，好似唔係就係政要先至中招嘅喎。佢好似咧當中裏邊咧，除咗政要啦，政要嘅親屬啦，甚至無我哋嘅導遊多總理啦，佢個女女11歲嘅女咧，係都有份喎。佢女嘅同學都可能上埋俾人哋查埋，係啊，跟網上啲資料啊。音樂家啦、藝術家啦、啊軍人啦，同埋依啲嘅點樣講啊？罪犯都有啊。係啊，喂，佢笠咁多罪犯嘅資料做咩咧？啊，即係嗰啲罪犯其實就係坐過監或者係犯過事嘅人。咁連嗰啲資料佢都要查一大堆。嗱，佢嘅資料咧就有好多嘅，包括地址啦、銀行嘅呢啲嘅 transaction 啦、佢個人嘅喜好啦、政治取向啦、平咩朋友去玩啊、hobby 係點樣啊、睇啲咩嘅書啊，總之包羅萬有。咁其實咧，依一個咧，有人話咧，佢叫混合型嘅依一個嘅戰爭，超限戰嚟嘅喎，據說無所不用其極喎。冇錯啦，即係換句話講咧。如果我哋咧而家香港有一個嘅論文唔准睇啊，即係以前啲中國嘅國文啊，即係呢一個嘅六國論啊，係
六角論當中咧，就係點解秦國會贏曬其他個六角咧？因為佢嘅滲透做得好，佢嘅賄賂做得好，佢嗰個嘅係搞人哋黑材料，威脅人哋啲政要幫佢講好説話做得好，所以咧每個國家都唔夠佢打，從中間裏邊分化搞亂當。咁睇嚟咧，依種咁嘅攞咗人哋嘅資料啊，攞咗人哋黑材料，有好多嘢咧想揸住人哋個春袋啊。係啊。哇！超時空要塞喎，六國論係戰國春秋時代，居然而家個世代都係用翻即係我哋二千幾年前嘅智慧。咁啊，呢個咁樣嘅個人資料被侵入嘅情況咧，就係系統性咁做嘅。嗯，咁啊，亦都跨地域。跨呢一個種族，甚至唔止出名嘅人嘅話咧，咁咪變咗全世界人都係受威脅嘅喎。冇錯啦，嗱，你美國仲有幾戰艦嘅艦長啦，航空母艦嘅艦長啦，澳洲嘅莫里森總理啦，印度啊莫迪啦，如果冇記錯嘅，係啊，全部都俾佢揸住，仲包括埋皇室成員啊，我唔知佢點解係咪要揾埋啊哈利王子嘅。他想找薛立波嚟搞啊！薛立波嚟搞，唔知啊嗰只歌姬有冇份？睇下佢食得你的狗糧啊！哇！即係皇室你都去冒犯，你真係即係仲有啲咩王法啊？嚇！梁茂兄，我真係想請教下你啦，即係依啲嘅共匪嚇，即係佢哋點解會咁中意攞人陰私、攞人資料？依啲都唔係第一次聽嘅喎。譬如香港以前依一個嘅六七暴動嘅時候，都有好多嘅人啲資料俾佢冇掌握到，甚至無咧讀書嘅時候有好多嘅人咧就會俾佢哋知道佢嘅底，投其所好，或者係加拿大啲官都知道噶啦。譬如中意女人就女人，中意錢就錢，都好多嘅嘢嚇幫佢哋打好個關係，係咪咁樣嘅大前提就係出發嘅咧？嗱，呢啲叫起底嘛，起底咧就係抄曬你嘅個人嘅生活喜好、個人嘅出入啊，甚至你嘅消費方式，以至到你嘅交友啊，會唔會你原來啦，哇！你除咗老婆之外，仲有另一個女人喺出邊，好多嘅。俾人哋影到，一個都夠啦，人都知噶啦，依個一個都夠啦啊！咁啊，人都知噶呢啲，係都知係好多粉絲，亦都好多女粉絲嗱，大家都知嘅。咁啊，即係抄曬啲資料，睇下佢有咩弱點，一有弱點咧就影曬，或者係甚至咧就係作為一個要挟，咁於是咧就可以要你做佢嘅一啲叫做線人也好，或者係屬於間諜，適當時候講對嘢啦，間諜特務也好。如果政要話咧，就適當寫就幫中共講咗好話。咁呢個呢種咁樣嘅要挟嘅方式，我相信就係中共好優為之嘅，係已經時時做嘅。因為喺香港，咁而家明白點解咁多人會變咗藍絲啦？可能就俾人哋攣住 XX 噶啦。係啊，又曾經係一啲嘅支持民主嘅泛民嘅鬥士，聽講有人係對特別嘅年輕嘅女孩子特別有興趣，係佢就俾人哋摸咗底，咁而家變咗投咗共都係聽講都係咁樣嘅情況喎。泛民就冇，我冇乜確實證據。不過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有一位男士咧，就據聞啦，姓傳就係有一啲即係衰十一嘅事情咧。嚇，咁我哋就唔開名嘅。大家網民嘅智慧咁高招咧，就一定係諗得到。咁啊，據說咧就係可能俾即係 CCP 咧就攣住佢 XX 咧，於是就變咗而家就講嘅説話就傾共不特止啊，仲直頭奶用啊，仲覺得即係好唔合理嘅，特別對於12個被捕嘅香港人咧，即係嗰種無情無義，冇從香港人嘅本身嘅利益出發嘅言論咧，就令人不齒，甚至良知同埋同理心都冇啊！依一樣嘢只可咁啊，同阿林鄭嗰啲咁樣嘅口吻咧，嗰12歲女俾人哋街俾警察撳落地下度，有咩唔滿意你去投訴啦？咁呢啲説話講出嚟係涼薄啊！係直頭係即係殘酷啊！直頭係即係唔係正常人嘅思維可以接受到嘅。枉佢自稱什麼香港人老母係嘛，亦都係兩個男仔嘅一個嘅媽媽，仲係天主教嘅教徒。依啲嘅説話真係講真，你去揾神父懺悔啊、告解啊，真係念經念到天光，你都未念完啊！真係。天主都要三思，我冇冇寬恕佢，即係我唔係叫天主三思，而係話我擔心天主都要諗下先，咁樣即係罪孽深重啊！咁啊，其實即係講香港嘅即係社會有問題咧，最近好似我哋嗰啲大撤資啊，即係撤退資本啊，甚至賣樓咧，好似呢排好多平價樓。
係喺山頂都有喎，點搞啊？嗱，有幾個講法嘅。嗱，我未過嚟之前咧，我都差唔多離開咗一個月啦。嗯。咁啊，即係我亦都隨時都喺街裏邊做一啲嘅實況嘅一啲嘅現場嘅錄播嘅節目俾大家去知道啦。咁、其實咧喺二三月開始，咁你都知道香港俾一個武漢肺炎都搞到頭都暈埋啦。咁啊，跟住去到近排亦都有限聚令嘅情況。咁其實好多嘅酒樓食肆啊，都係即係我講嗰句啊，衰過臘肉㗎啦，淋得你著皮袋啦。未到冬天已經衰過臘肉。咁其實呢一個個都叫苦連天嘅。如果你去中環咧，一條黃牛大道中嚟睇咧，就基本上兩邊連以前舊連家佛鋪頭，你知邊度啦？我知我知。啊，跟住去到黃牛戲院嗰邊咧，係啊，再去到 Landmark 嗰個前後位咧，其實都好多吉鋪。去到依一個嘅銅鑼灣嚇，亦都係軒尼斯道，亦都係吉鋪林立嘅，即係嗰啲大三元啦，附近嗰個位置啊，天落嚟鵝頸橋，哇，真係吉鋪多到。應該係最旺嘅地方。最旺嘅地方，咁其實喺今年嘅年中已經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嘅。咁近排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譬如做移民嗰啲咧，就即係都其實好多依啲嘅個案嚇。我都好多老友咧，都已經係諗緊要走，特別係即係有啲小朋友嘅，係咁樣搞法唔係辦法嘅喎嚇。家教嘅家教咁好，有良知，細路仔個個都嚇勇於上街表達意見嚇。咁一個唔覺意啊，俾人哋嚇十二歲都買粉彩都俾人捉得嘅情況，咁我個金菠蘿咁點算啊？好多人都諗會離開香港，於是就買樓嘅數量多咗。多咗啦，係咁，但係咧有一個學説咧就話喂。你在山頂裏面看到有咁多嘅豪宅嘅盤擺度，點解會咁樣呢？其實咧就是等啲行山友見到，然後咧就覺得好唔妥當喎。香港係咪連山頂嘅樓都去賣呢？刺激佢哋翻去諗下佢自己個二手樓又好，佢自己住緊嗰個屋苑度。即係你意思即係話打心理戰。冇錯啦。咁但係咧又亦都有啲人話咧，就是、因為而家咧中央大把錢，啪啪啪啪，什麼連緊走，我們就買。買啲整個山簡都賣曬奶，咁就話國家隊咧亦都係浪市。其實我有啲做地產嘅朋友同我講咧，又好奇怪喎。有一隊嘅藍絲咧，又會覺得有依個國安法止暴制亂，穩定香港。嗱，你而家睇香港冇曬啲大型嘅上街嘅活動嚇，我哋可以安心落業做生意，甚至冇渣打個大班都走出嚟講，而家有一個國安法，我哋對佢有絕對嘅信心啊，肯定就止暴制亂，世界回復正軌，可以安心做生意啊！咁喺咁嘅情況咧，而家你睇下香港個股市仍然去到24,000+嘅，未有行崩潰嘅跡象啊！二手樓嘅交投仍然係有嘅。咁有啲人咧就係話，可能係即係國家隊啊，即係有啲錢就泵落嚟咧，就晾住個市。即係依我自己聽翻翻嚟嘅啲嘅情況。但係頭先你講又話止暴制亂，有國安法之後，咁照計嗰啲樓市應該砰砰聲升，應該就放樓就少，買樓嘅多。係啊，係啦，只點解而家好似放樓嘅消息多，即係好多貨。好多貨代沽，係咁啊！即係話好多人想甩手，想套現，就睇你接得咁啊！國安法呢個止暴制亂咪即係止唔到暴，亦都制唔到市場之亂，係咁啊！變咗係要個國安法嚟做咩咧？變咗即係香港其實就抗爭就冇停止到，不過街上少咗啫，但係嗰、那個即係根源未曾清理到。咁啊！但係我哋嘅市場嘅惡劣嘅情況咧，就不斷湧現嗰啲壞消息。咁啊！即係國安法其實就係、是。攬炒得好緊要喎！嗱，其實仲有藍絲都話移民啦，藍絲都有移民啦。其實咧，國安法呢一樣嘢係咪真係咁多人支持咧？大家都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嘅。好簡單睇一樣嘢啊！近排咪做咗一個嘅社區普及測檢計劃嘅普測計劃啦，係嚇。咁啊，而家睇睇啦，佢話有大概178,000嘅人去接受咗人次先，講清楚係人次，人次接受登記，登記係啦。但係有冇走嚟普，即係真係撩嗰個喉嚨咧，就唔知嘅。都有100,000+嘅，據佢哋講啦嚇。咁嗱，我哋唔好忘記，記唔記得救安法喺街支持收集簽名有幾多人啊？300,000，咁依點解仲有83,000唔見人去驗咧？呢啲係政府支持政府嘅呢啲嘅數據。佢哋好忙咧，或者最近顧真係好好，顧住去賣樓咧，可能啊，即係忙住係咯。咁仲有嗱，如果用藍絲嘅邏輯話，你有170,000+，即係當你180,000，咁即係仲有500,000+啦，仲500,000，即係超過500,000嘅人冇去登記。係。咁即係成功定失敗咧？好似林鄭政話事計，你唔參與依一個全民普測計劃係嘛？普檢測檢計劃係啦。咁啊，你就係唔支持中央，你就抹黑中央嚇，你唔係一個好嘅公民。咁而家有500,000+人原來係反中央啊！咁點啊？呢500,000+要唔要寫懺悔書啊？使唔使要講一發捉佢哋啊？唔係，即係快啲捉翻出嚟啊！啊，既然咁唔聽話，係啊，嗱，你有曬資料，反中央喎、啊，林鄭講，係啊，嚇咁啊，最大惡極嘅噃，冇錯。
咁啊，所以咧依啲嘢咧，有時咧講説話咧，即係我而家幾廿歲人咧，都學識一樣嘢。凡事真係唔好講嘢講到咁盡，唔好講過頭説話。凡事講出嚟都要留有三分餘地先得嘅，唔好講得咁滿嘅。咁呢個係我哋後生嗰時啲老一輩長輩教。而家開始明嘅係咪？係啦，即係你講得盡，搞到自己冇位褪啊！即係好似你拍車咁。你後面已經逼到埋位了，咁你仲想點扭太？再扭太就嘣嘣咯，啊！你個 lobby 撞人哋嘅前頭崩把噶咯。冇錯，因為開頭又話到有500万人去測檢啊嘛，又話有1000几人喺呢個社區裏邊隱形嘅呢一個嘅。幾多而家整出嚟幾多？而家得32个。哇！每位聽講個成本啊，都要4000万喎、啊。如果根據佢5亿5000万、5亿3000万嚟計咧，大概差唔多2000万捉一個人出嚟。咁仲有係19个咧，係已經係有病徵，然後我驗確定我係唔係嘅啫。咁即係其實咧，即係32减19咧，就即係得13个人。係咯，咁咧即係揾到13个。搞成咁超型、超級大龍鳳，只不過係捉嗰幾隻小貓，好心力去為香港社會減貧啦、啊、扶貧啦、啊。嗱，其實佢哋就好戇雞嘅，因為點解咧？嗱，5亿几，如果拎啲錢出嚟去重點幫啲老人家。在個防疫嗰個衞生嗰度做好佢，幫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加強嘅裝備，或者係整一啲嘅地方裏邊，等佢哋嗰啲嘅負氣壓嘅病房可以做多啲嘅。咁、其實依啲只係一個正確嘅一個嘅 leader 所有為嘅依啲嘅 decision 嚟嘅。咁可惜我哋冇得做啊。冇得做，我就覺得佢有做就做咗啲利益輸送俾大陸嘅相關嘅一啲公司企業單位，例如呢個華大基因啊嘛，冇錯嚇，咁啊當然佢係其中一間啦，咁啊最大嗰間，但係華大基因亦都係美國政府制裁中嘅，係亦都好多投訴佢嘅檢測嘅成效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成本效益計唔掂數。咁啊，林鄭真係要再讀過呢啲數學先得咯喎。咁啊，另外咧，啱啱琴日啊，依一個佢哋亦都講咗啊，第三波嘅抗疫基金咧，亦都會撥錢啦，就240亿。咁啊，240亿咁可能對好多嘅商號嚟講啊，真係屌啲及時雨應該嚟得到啦，罕天有依個金林，等我潤一潤個喉，等唔使渴死先啦。殊不知當中裏邊有130亿咧，就係同依一個嘅大陸咧係要買疫苗啊！佢冇講同大陸買，我收翻先。但係佢就話預咗130亿去買疫苗，我諗斷估佢都唔會同英國或者美國買啩。咁愛國嘅特首，梗係做啲愛國嘅事，愛國事咧就愛國家嘅疫苗啦，簡稱愛國啊嘛。係咁啊呢個國產疫苗都十不離九噶啦，即係呢個可以擔保噶啦。即係雖然咧，即係佢唔講出嚟，仲有啊。佢撥咗呢240几亿出嚟，落到去真正嗰啲小商户可能得個幾十億啫喎。咁而佢今次亦都重點要幫一啲嘅旅遊業。咁呢啲嘅旅遊業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啊，點解前一排咁多啲即比較本土派多啲嘅人咧，又走去踢啊、劫啊、搞呢啲嘅藥房啊、金鋪啊。咁其實呢啲嘅本土旅遊業咧，就即係啲 inbound 啊，接大陸客嘅團多。咁大家都知道呢啲嘅接大陸嘅團嘅裏邊嘅老闆。其實都係好多依啲嘅本嚟咗香港嘅大陸人嚟嘅。係，咁仲有啊，好似最近我見到消息未經證實嘅，好似話自由行又想復翻，即係話疫情之後咧，大陸又再開翻。係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亦都係配合翻特區政府，亦都係將啲利益就輸送翻俾嚟自大陸嘅即係旅遊單位嘅啦。冇錯，嗱，《外門日報》有張 flip 圖出咗，咁又話咧，好似喺23定26号咧，幾有20个省以上咧，就會可以係嚟到澳門同埋香港。咁我就未經證實嘅，所以我呢度做。我都係得個傳聞嚟嘅。係。咁啊，呢種咁樣嘅狀況咧，大家睇到香港即係都唔去數佢之前放啲海員入嚟啊，冇檢測啊，又唔封關啊，唔封大陸關啊，咁造成咗香港嘅疫情咧一路反反覆覆，都唔去同佢算呢啲帳。但係喺後期呢啲咁樣嘅最急嘅疫情嘅。即係 problem area 咧，就唔去處理，例如一啲老人家集中嘅護老院啊，唔去檢查。學校嘅防疫啦，學校唔做，咁而家就做咗一個大龍鳳咧，就話用咁即係超過5亿嘅錢做一啲咁即係咁微小效應嘅東西，咁啊就睇到三權係咪佢哋即係所講三權合作真係有效咧？而家好明顯，佢而家推緊就話大政府，即係政府話曬事，係啊，特首咧就係好似集一尊咁樣。你聽曬特首話咧，就你有運行嘅啦。冇錯，咁而家啱啱今日一個消息咧，就係更加證實你所講法嘅。因為黎智英咪啱啱前一排喺個 court 都判咗
佢同一個《東方日報》嘅記者嘅衝突，個恐嚇罪啊嘛，恐嚇罪、刑事恐嚇係冇嘅，唔成立，唔成立嘅。咁但係依個律政司司長個胸部好偉大嗰個嘅律政司司長啊，作出個偉大嘅決定，偉大嘅決定就係唔得，我要上訴，判得太輕，冇可能嘅，一定要告到佢得為止咁樣。咁呢啲係咪三權合作啊？你冇理由一個律政司又再干預翻嗰個法院嘅判決嘅喎。咁佢係可以上訴，但問題呢個上訴咧，其實個單案咧就好細雞嘅，雞毛蒜皮嘢。係啦，咁而家個法官當時已經講咗一句好關鍵嘅説話，案中嘅即係所謂原告嘅其中一個記者咧，係證供係不可信賴、不可靠嘅。喺咁嘅情況不可靠，你再審，你可以推翻呢個法官嘅不可靠咩？喺咁嘅情況之下，法官揾啲咁樣嘅判詞出咗嚟。律政司再上訴，其實真係勞民傷財，即係揾香港納稅人嘅錢笨嘅啫。冇錯，咁你睇下而家好多依啲嘅判決係唔係都擺上法庭嘅，係嘛？咁你都知道得到啦，即係依啲嘅警察嚇係唔係嘅 case 都擺上 court， 咁但係律政署係唔係都俾佢上去？依啲嘅堂費啊、排期啊，一連串嘅案件令到好多一啲關於民生嘅一啲嘅審判啊，其實都係排期排得好後。譬如好簡單、Uber 喺香港合唔合法？都要拖到好多年之後，我哋才可以排到期去拍，即係去審判，即係阻礙咗個司法嘅程序，即係正當嘅事咧，就因為你排期排得咁多呢啲，又上訴，又即係再想追加刑罰之類咁啊，咁即係話令到香港人嘅司法利益受損咯。冇錯，咁你講得好啱啊，嗰個公帑啊。係啦 ，cut 啊，嗰啲嘅費用啊，各方面唔少錢㗎，一搞下即係慢慢升幾十萬、幾十萬咁，咁倒水咁倒落去，政府嘅律師都要俾錢㗎嘛。其實我哋加拿大會唔會好似咁垃圾，即係咁樣搞？加拿大唔可能有㗎，譬如話慢慢針案咧，而家咪就係司法程序行緊嘅。係嚇，咁啊，我相信即係杜魯多嘅任何嘅決策都唔可以影響法院嘅判決。佢都講咗啦，嚇即係大陸一路都成日話你快啲放，慢慢走，即刻放，馬上放，嚇下一秒要放。咁即係佢完全當加拿大嘅法院咧係即係廢物啊！咁啊，杜魯多已經話唔可能干預司法嘅，因為行政、司法、立法咧係三權分立得好清晰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即係清晰嘅程序。咁喺香港而家就變咗三權嘅界線係啦，越嚟越模糊，甚至可能會冇界線啦。咁因為佢而家講咗三權分工，唔係合作，唔係分立嘅話咧，就即係僕咗線，就話即係跟大陸嗰條線三權合作。咁呢個其實喺二零，如果唔記得咗，冇記錯，零六定零八年，習近平已經一早係講咗嘅事嚟㗎啦。嗰、那個就係當時佢係好似講港澳辦嗰陣時嘅。係啊，佢當時好似係就係香港講嘅添啊。係啊。咁啊，全面管治同三權合作都係習大大嘅一個好重要嘅心中嘅必做嘅一個使命嚟嘅。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嗰個英式過去嗰個遺產啊，我哋叫做 legacy 咧，就會即係睇嚟都係貧於即係散曬檔嘅。而家睇埋啲法官啊，我諗係最後個橋頭堡就係啲換埋啲法官，換埋啲法官，唔准你有外國 passport， 唔准你唔係黃口黃面嘅人做法官，換曬啲嚇盡忠愛國嚇屌龍的傳人嘅法官嚟做咧，咁佢就真係大功告成，成個偉業就搞掂咗㗎啦。咁所以佢喺嗰個司法系統方面咧，佢控制咗個法官嘅上游嘅來源咧，就可以大致就控制咗法官嘅審判嘅方向。係。咁呢個同一啲報紙嘅即係所謂新聞嘅控制一樣，控制咗個老細，就可以控制總編輯，控制嗰個總編輯就即係控制你嘅社論路線，就控制咗你下邊採訪嘅方針，咁啊呢個蛇無頭不行。咁啊香港嚟講咧，就而家咁即係搞到咁嘅局面咧，即係蛇都死啦，死蛇變爛屎嗰啲，死蛇變爛鱔啊，變爛鱔。咁我哋都唔知嗱，其實就好簡單啦，依個就衍生到一個嘅問題。好多嘅曾經參與過抗爭運動嘅年輕人，都睇你咁嘅情況，擺個龍門係咁樣，你個遊戲規則都唔跟住嚟玩，我去到會唔會受到一個嘅公平嘅裁決？喂，我冇理由俾你係唔係嚇行去走出街，捉我又話我暴動罪，我著件黑色衫，你又話我嚇搞搞震破壞社會安寧。你因為太後生，係啦，就要被盤、被捉、被落差處。冇錯啦，咁我咁黃金嘅時間呢、這個時期，我有可能喺出邊識過嚇未來香港小姐，或者我真係可以溝到大媽曬個女，又或者我可以嫁入豪門。咁大上頭，咁又俾你捉咗入去坐冤獄坐十幾年，出翻翻嚟三條幾，哎呀由頭重新再嚟過，咁點好啊？不如趯佬走人啦，係咪啊？咁所以咧，香港個
社會動盪、社會經濟嗰個惡化嘅情況咧，都難以避免啊！加埋美國嘅制裁第二波都即係如箭在弦咧。係啊，咁啊，我哋呢一節咧就先講到呢度。咁亦都希望大家咧要 subscribe、要 like、share 同 comment 廣傳媒同埋鱷魚探係啊 ，MIHKTV 嘅 MIHKTV 係啦。咁啊，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嘅一個心願，希望多啲網友支持啦。咁我哋就會繼續努力同大家做一啲即係優質嘅節目嘅跨港跨越呢一個加港嘅節目嘅。好，第二節咧，我想請教阿梁茂興解釋一下加拿大依邊個政治嘅制度架構好唔好啊？等啲喺香港裏邊移民好翻去好耐嘅加拿大嘅香港人咧，啊，即係佢哋可能都唔係好熟悉，唔係好了解而家個情況。冇錯，好啊，咁啊講講依一樣嘢俾大家聽啊，而家個政治情況係點樣？嗱，而家加拿下節傾啊，下一節傾嚇，咁嚇咁我哋就呢一度咧就即係小休一陣，嚇咁我翻轉嚟再同大家再繼續我哋呢個香港人家書嘅新嘅環節嘅，記得捧場。